再来。胸肌已经有那个希望了。哎呀！害羞。这种也很难拿捏，其实有时候露太多会有点反感。没有啊，大家反感，大家狂叫。女朋友有反对你露一些肌肉吗？不会啊，当然全力支持。有啊，他就说是最棒的，然后他知道我为了这演唱会准备很多时间。其实我还蛮多天没有看到他，因为对我这几天都是想要好好静一下，所以。他也很了解，所以很期待等一下看。大概多久？有一个差不多一个星期。我唱以后被做朋友的时候，有哭一点。继续啊！要上吗？以后被做朋友是第一首歌，然后。站在小巨蛋上，然后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唱，就是一个很感动的事。我就不要唱歌的时候哭，因为会很恐怖，我会跳掉那些。然后第二次就是跟家人对话讲话。你本来是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哭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男人嘛，男人少哭一点。哈哈，真的很帅，是吧？而且你连擦泪都是转过。背对观众擦泪，就不想要带给大家看到。因为你知道莫妮卡是有拍的哦，是吗？就是荧幕还是有。哦，那是帅的吗？帅。祝所有人天下母亲，你们都非常伟大，母亲节快乐。大家习惯了之后，会变成你就是要煮给大家吃。没错，你就是要煮给大家吃啊。妈妈。经纪人他都不理我，我觉得撒上那个西西里的巴西里哦，哇，太多，就是我专门为你做了两款调酒，啤酒的调酒。今天临时是大工程，今天的派对料理不到95分，这个动作超快的啊，半小时就可以把料理端出来。